燕小姐，你就是这么对我的吗？多然，别再坚持了。你这样可以少受点皮肉之苦。这份善意，为什么不能分给小蝶一些？你压根什么都不知道。他在你眼里是小蝶，但在我眼里他就是个小人，是个阴谋家，是个害我一无所有的贱人。 干嘛一直看着我？一个月没见，我得补回来。我这边没有，去那边看看。给我搜。聂真，你确定二少爷安全？皮肉之苦少不了，但他一定能活下来。他是怎么愿意相信你的？因为我是聂真，我不会输。 你怎么这么傻？你这么逃出来很危险的，知不知道？因为我想见你。等时机合适，我们再回去救二少爷。小蝶，我知道你担心你的大小姐，只是她遭受了太多苦难，心中带着恨意，而这份恨意。 恰巧被人利用了，是那个赵先生吗？那个装作医生对你下药，然后逼你开枪毒命的人。对。这阵子我有在查他，可是依旧没有任何线索。聂真，其实你想救你的大小姐，对吗？他是我最重要的人。 如果是单纯的恨我，那便罢了。但是如果他是被有心人利用，我一定要把他拉出泥潭。小蝶，这一切都交给我。等我们离开洪州之后，我会查清楚这一切。小蝶，你是不是不相信我？ 我就知道，二少爷一定会把我的计划向你和盘托出，果然如此。你是有什么瞒着他吗？这些所谓的障眼法，根本就瞒不过那位赵先生。人质必须存在。小蝶，你不许胡来！是你在胡来。你出来的太早了。 只要活着才有希望你明白吗？但这一切都要等我们离开洪州以后再说。洪州对你来说太危险了。你别忘了，洪州的安危是比我更重要的事情。少神，别这样，小蝶。 聂真，你说过
我们可以安安稳稳在一起的日子总会来的，我记着呢。注意安全，我等你回来。报告。有什么话需要我带到月白桥吗？不像你，小蝶一直都是个聪明人。你自己好好想想，这么熬着值得吗？他爱的不是你。谁相拥？